学会半空气唱法，你也可以从这样 Goodbye baby goodbye 变成这样哦 Goodbye baby goodbye 우리의사명이요갈길이다其实所谓的半空气唱法就是气声唱法，也就是说声音要少一点，而气呢要给的多一点。那怎么样来做到呢？记得先点赞收藏哦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先来哈气，不要出声音，只有气流声。第二步，我们找到这样的感觉之后呢，慢慢的加一点自己的真声。有一种以气带声的感觉。第三步呢，我们再把这样的感觉呢带入到歌曲当中去。为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瞬间变得有情感了。你学会了没有？赶紧找一首你喜欢的抒情歌曲去试一试吧。